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允之 GM。今天来这里我是要做 Smile 矫视手术的术前评估，去确保我对眼是健康和适合做这个矫视手术的。我即刻去看看先。首先注册视光师会帮你检查对眼的度数，量度眼压，进行角膜扫描，量度角膜的厚度和弧度，然后就会放大瞳孔作进一步的检查。最后再交给眼科专科医生帮你全面地检查对眼，确保你的角膜、晶体、眼底一切正常，可以接受矫视手术。整个检查需时大概一个钟，放大瞳孔之后视力会稍为模糊和畏光，大概四至六个钟之后药力消退，视力就会变回正常的了。好，谢谢医生。咁啊，啱啱做完检查啦，医生话我只眼好 OK， 听日就可以做 Smile 矫视手术啦。今天是我做完 Smile 矯治手術的第七日了。其實手術過程是完全不痛和不害怕的，因為比我想象中快很多，我只要跟著醫生說的事去做，其實眨眼就過了。做完那一刻雖然還有少少朦朦地，但是去到第二朝我的視力已經恢復了八至九成，去到今天我看的所有東西已經很清楚了。咁我而家都好開心啦，因為以後做嘢咧都唔使再驚大框大到眼都乾啦。